Wicker 师兄迟啲份 EV， 星期二晚直播时间8点钟，好播送。不好意思，咁啊，因为你知啦，即系最近而家社会嘅环境咧，即系礼拜六日出街咧，其实都吓、都有啲风险嘅。讲真，咁啊，所以就都少咗出，即系好坦白讲，即系我自己礼拜六日系真系少咗出街嘅。咁当然除咗礼拜日通常跑马之外咧，咁啊之外咧，咁啊比较都系比较少出街系真嘅，咁啊，所以喺本地波就咁少，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个师兄本土笔记咧，咁啊暂时就会停一停先嘅，直至到阿师兄忽然间屎忽痕咧，咁啊想讲咧就讲啊，即系好似呢、這个啊 EV 嗰个节目咁样啊，同冰冰同埋同停车特别版系一样的，即系同倾波咁啊吓。中意屎忽痕就做下咯，倾波就唔关事，倾波系够唔够人嘅啫。哦，唔系啊，你一个人都做到噶倾波。大家抱个歉先，头先有啲技术嘅故障。啊，又点啊你？开头嗰段你全部讲唔到啊，又叫我讲一次。由你师兄本土笔记嗰度开始，咁之前咧就系下个星期系冇哭波桑，系啦，即系嗰啲全部又录唔到。啊，唔系录到，系冇出街啫。冇啊 ，YouTube 度出冇出街啫。哦，跟住中意系慈沙塔 Q 啊，都唔系第一，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心不在焉就塔 Q。好，啊嚟多，即系再重复师兄本土笔记。咁啊，因为师兄睇少咗波，咁啊会啊，即系暂时就停一停先。咁、另外咧就下个礼拜好波桑，因为打本地啊国际赛事，咁啊所以就会暂停啊，下个礼拜真系会暂停啦。咁、就啊闲话就休题啦，咁啊。讲翻上个礼拜打嗰啲波先啦，咁其实讲真，上个礼拜咧都有，如果睇翻礼拜六日咧都有两场正嘢嘅，咁啊今日第一咧就一定要讲利物浦对曼城嘅，咁啊衰质又嚟 V 后，咁啊衰质就几沉重都好都要讲下嘅，咁啊第二啊咁就拜仁对多蒙特嗰场啦，咁啊亦都要讲讲嘅，讲边场先？咁啊我哋今个上半场就讲下英超先啦吓，咁啊利物浦对曼城，咁啊。前哨战咁，但系咧话就话榜首大战啫，其实就唔系榜首大战嚟。哦，咁你睇下你由条线几时画起啦？系，咁你呢周开赛前咪就系榜首大战咯？你踢最哦唔系呢周开赛之前都唔系榜首大战嚟噶，严格嚟讲啊，好似阿曼城好似第四啊，曼城好似啊必须要踢星期六咪第四咯？唔系一路都第四啊，好似唔系第一第二位，肯定。系咩？肯定输啊！输啊 ！fucking 输啊 ！fucking 输啊！添 ，OK，fucking 输啊！你因为你踢完踢啊，系啱咪廿五分。呢周之前系第二嚟嘅 ，OK。咁你去到可唔可讲博咁啊？过咗李成踢李斯特城同车路士踢咗之后，佢咪跌咗落去咯？啊系啊！边鬼个扑街屎忽痕话唔系榜首大？唔系咁你开波之前你再睇个积分榜，因为有啲踢多咗，有啲踢少咗噶嘛。唔系啊，咁开波之前又话呢场唔系榜首大战。你嗰个即时嘅联赛榜，你咪佢会唔会跌咗落去咯？好正常。得啦，总之就有人咁样噏我，总之师兄就中咗伏啦。总之师兄就唔知听嗰个听唔系你中间你呢场踢星期日噶嘛？你星期六睇过有啲踢完咗嘅，咁咪有啲踢咗12场，啲踢咗11场，咁你咪见到个分数嘅差距，有啲多咗两分噶嘛？李斯特城踢。同车路士踢咗一日噶嘛，得啦，冇嘢啦，咁啊，所以会有一个时差嘅关系，咁咪会变成一四咯。唔使兜啦，总之我俾人，总之我俾人困咗啦，俾某人困咗啦，讲完啦，唔紧要，咁啊，都其实都系嘅，都冇乜得打嘅呢场，咁啊，先交，点解冇乜得打？吓，点解冇乜得打？咁嗰、那个状态系好大嘅分野，嗰两队有几大分野？系咯，我又唔多个。利物浦系顺畅好多嘅，曼城都支持赢好多波噶。但系曼城嗰啲赢得嚟好冇说服力，同埋个
佢嗰个后防嗰不稳咧系好明显。哦，咁呢个真系好明显。佢嗰个第一重扫荡真系好缺乏啦，跟住个中间一即系后防一受压就好多时都反手为攻系好有问题。咁啊，讲讲场波阵容先啦。利物浦其实就冇乜点大变化噶啦。都系。咁啊，中场就法宾奴、宏艾、登轩达、神萨拉、文尼、费明奴嗰啲噶啦。咁啊，左右后防都系啦。总之系最强阵，中间用咗罗夫伦。罗夫伦，但系对面咧。就弊啲啦，咁啊，首先个龙门艾达神就原来伤咗，唔系霍加咩？咁啊用咗咧呢个巴和霍加，虽然就之前客串几分钟都啫，嗰、那个扑到都扑到两嘢噶，好似嗰个系欧联嗰场啫，临尾嗰时红牌个龙门红牌咁啊换咗霍加啫，咁啊但系都扑到两嘢啊嘛，哦个罚球咯，吓咁好，最重要系个罚球啫，咁咪好咯，唉。咁啊，后防嗰边就史东斯、费南癫奴啦，奥达文迪打后备嘅。见到史东斯你都知危险啦。咁但系你高佬冇人啊嘛。史东斯都唔系高。但系夹得史东斯咯，仲有第二个，咁你冇得嫌噶咯，冇得嫌弃噶咯。咁啊，数来数去，而家得三个中坚啫。咁你奥达文迪、史东斯计埋客串嘅费南癫奴啫，咁你想点啊？嗯冇咯，冇得搞噶咯，唔好咁多说话啦。右闸就霍加，左闸就安祖连奴啊。其实就之前都打得 OK 噶，安祖连奴，我觉得佢嘅出波几好噶，即系佢反而佢仲可以落到底线、啊，即系你相比于冼真高啊嗰啲，佢仲可以落多层底线。咁但系就防守方面就速度有啲嘅，其实我觉得呢、這个反而如果同冼真高比咧。我就鍾意用佢多啲嘅，咁、当然最佳选择当然系阿文迪啦，呢、这个就唔使问啦吓。咁啊，中场嗰度就古道根就拍洛迪，咁留意后腰用两个球员噶吓、啊，就同之前有少少唔同、之前就一个后腰球员，今场波用两个后腰球员嘅，咁啊古道根拍洛迪。咁啊前边就左边士多领啦，右边贝纳杜斯华啦，迪布尼呢就打前啲嘅，咁其实呢我开头有一段时间仲见到迪布尼打最前嗰个添，呢场波有一段时间，咁阿古路反而呢就最前嗰个，其实后尾见到呢佢打到副位嘅，唔系打中打到副位，可能帮阿 Sterling 等等嘅呢场波，咁啊第一就其实曼城开头都抢得好紧要嘅开头，但系就冇乜嘢特别嘅威胁嘅，其实都系佢啲开头系主动嘅，即系曼城开头系主动的，主动得嚟，但系都系围住咯。佢亦都中路去唔到，两边又好似落唔到。唔系佢最基本嗰、那个所谓过去成日讲嗰个右三角咧，就利物浦咧就将佢咧就塞住。咁啊，点塞住咧？咁啊，第一就法宾奴、宏艾登、文尼嗰边咧，就塞住佢嗰个嘅嗰、那个所谓叫右三角塞住咗。咁所以咧，就是阿文尼都咁肯上落落咁啊，有帮助防守进攻又做得好嘅话咧，咁啊再加埋宏艾登嗰场波防守又做得唔错，咁所以就其实嗰个右三角咧。即係嗰個嘅組織等等係做唔到出嚟嘅，咁再加埋咧就呢個迪布尼後期直情係打埋最前偏中間位置，咁嗰個嘅彼此之間嘅距離拉長咗咧，咁啊更加係做呢方面嘅組織係更加難，咁啊再加上就利物浦好早打開記錄啦，咁呢個波就係法賓奴一個遠射啦，廿零碼嘅遠射，咁啊其實就嗰個波就真係。有啲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因為咧原本咧呢、這個阿羅喺自己禁區裏面咧，其實就好明顯係手球嘅。咁但係如果要吹嘅呢下又好似有啲嗱，其實就兩邊手球嘅。貝拿杜斯華手球，貝拿杜斯華本身佢亦都係手球先，但係佢嗰個手球就有少少波打手，咁但係跟住咧。辗转个波就落咗去咧，阿罗又撞到阿罗隻手，咁但阿罗隻手好明显就伸出咗，系加大咗佢防守位置嘅，咁啊所以就两边根据球例就第一，咁啊其实咧
如果係阿諾正常嚟講係應該要俾十二碼嘅。咁、嗯、但係如果係貝拿杜斯華咁樣嘅手球而令引致到咁樣嘅説話，咁喺進攻嘅過程裏面，即係無論蓄意或者非蓄意撞咗隻手，如果都唔能夠計算嘅話咧，咁其實呢個波都幾難搞嘅。係啊，好似話講話幾難搞嘅，真係講真。呢個咪就係嗰、那個。新例嗰个问题咯，呢个系比较难判断嘅，呢、这个讲真，咁所以就球证就话冇事，冇、事就打反击，打反击就呢、这个啊文尼，咁啊喺左边咁啊推一段，然之后咧就传中，跟住其后咧咁就系坐翻出嚟，然之后再落翻去左边文尼再出多次，然之后咧咁就去到个高位。咁高位之後呢，因為佢哋回防比較慢，呢、這個曼城呢場波嘅中後防中場球員個回防呢，其實唔可以叫慢嘅，應該咁講係冇叫係個時間性唔好，即係呢你調翻轉利物浦嗰個反擊係快嘅，反擊快同埋呢佢攞到個空間攞到好好，因為其實呢嗰啲中場球員佢返嚟其實係返得切嚟嘅，但係就鬥得深一陣。嗯。喳喳臨就已經入晒去禁區，其實第二個落馬區就漏咗個呢，即係俄美於咁上下位置完全冇人睇入發兵。廿零碼到係好空嘅。好空㗎，即係完全係冇人嘅。咁嗰球係啱啱佢篤返個波出嚟嘅，喺個係咪篤返個波出嚟。禁區裏面嘅混戰。係呀，咪篤返個波出嚟囉。咁所以就啊。即系俾佢一射咧，咁就射得好靓嘅。咁啊，巴和就身手啊争啲啦，飞到尽噶啦。太耐冇踢，第一太耐冇踢，第二就佢本身喺曼城之前都讲真都有一年佢打正选都舐到好金，信心亦都系差啲。咁所以再加埋佢人本身就比较矮，咁所以咧咁就扑呢啲波就比较慢啲。法賓奴射得好勁啊！呢、這個波係好勁，一比零。咁啊，其後就其實嗰場波阿古魯好多機會嘅，喺個左副入射嗰度咧都有三四球機會嘅。咁但係就一就射波俾龍門截咗啦，有啲兩邊傳出嚟又爭少少就唔到啦。呢一類咁嘅狀況都經常出現。係咁啊，阿古魯其實如果上半場把握得好啲咧，咁就應該就會。即係追返一比一，咁但係就好遺憾，咁通通錯失晒，咁十二分鐘再輸多球添，咁二比零，咁就阿羅嘅轉向去到羅拔神，咁羅拔神呢咁就大步推，咁然之後呢就落到去左邊，大約就卅零碼度，即刻就扯埋去到遠處，咁薩拉呢咁就擺脫咗呢對手呢，咁就頭槌咁就頂入嘅，咁呢個波第一就望埋去呢就應該係冇越位嘅。應該嗱我見到有個影像見到係冇越位嘅。但係後咩又唔知加叫嗰個影像呢望落去又好似有少少越位喎。嗰、個先奇喎嗰、那個先知。角度問題。咁總之就 VAR 當時睇個要喺一個景象就冇就冇啦。啊，冇就冇啦吓，有信咯。咁啊，同埋中间费南颠奴又拦唔到个波啦。系。咁啊，呢个就呢个反击就相当之清脆。咁啊，所以就呢个萨拉就二比零。咁二比零好难打啦，二比零就已经即系曼城嚟讲就，因为第一我哋成日都强调利物浦同曼城之唔同就系、是、利物浦始终个防守系出色嘅。系。利物浦嘅防守始终出色嘅。个中坚位啊、龙门位啊都系稳健嘅，咁啊两个即系窄位球员，罗伯神就非常之出色啦，即系不论你助攻，不论你防守，亦都系到位啦。阿罗可能喺防守上争少少，咁但系咧即系都还可以，咁啊再加埋文尼呢场波同冯艾登，即系去堵截对方嘅副嘅右三角。再加埋就其实曼城始终争咗个大卫斯华啊呢类咁嘅球员呢用古道根响即係协助即係帮向右三角压力嗰度呢就真係争啲。古道根唔系呢啲球员咁呢个就弊啲。咁你成日见到 Stirling 成日要攞波自己
自己单对单呢都知道都死緊㗎啦。我想都曼城。其实都唔係几都冇乜即係就算斯达灵去攞到个波压落去其实都唔係几突破到阿洛嘅防守嘅。係啊单对单都搞唔掂啊。冇点输蚀俾佢你见到两边你落唔到底啦中路就密密麻麻啦。係、你亦都做猜唔到入去啦你喺个禁区顶嘅一啲撞墙啊小组啊其实系唔系几做到嘅。嗯。咁你最近我记得系有球安祖连奴脚面咁样弹埋去就柱面咁弹咗出界咁系最近嗰球我记得就印象中就。系。唔系其实攻势都有嘅即系头先我想阿古雷几脚喺左附位一啲射门等等但系就其后就将迪布尼拱上前呢我觉得都系相当之败笔嘅其实。嗯。佢真系唔完全唔啱打最前嗰个位。咁啊，所以就即系佢，就算你话两边做到传中，佢嗰个嘅点啊，即系佢中间嗰个点咧少啊，太少。咁所以即系你得阿古路一个点，咁你点搞啫？咁你一个点过咗，就要去到老远，去到横边嗰边啦。咁、你冇得搞噶嘛，得一个点。咁啊，利物浦就出色啊，出色啊，咁就都冇乜边个打得唔好噶啦，好坦白呢、场波。咁啊。靠少少嘅防守做到一啲嘅反击，咁你睇嗰场波其实不论你射门次数同埋 possession 都系输，咁但系赢波就系利物浦三球，咁就后屘文利。你见曼城嗰啲 possession 都其实唔系太大作用啫嘛。唔系今次个 possession， 因为你迪布尼摆咗喺最前，咁你贝纳杜斯华好多波踢啊，但系就缺乏咗配合咯，又系流于单打独斗咯，即系你同阿 Sterling 嗰个情况一样啫嘛。都话咯，曼城嗰个嘅攻击套路最重要就系你嗰个使用副位嗰个嘅入射，即系你靠佢唔系靠单对单噶嘛，佢系靠一啲嘅组织快速嘅第一时间传送去打落去嗰个副位嗰个底线去交俾中间入波噶嘛。咁但系呢场波冇咗呢样嘢啊嘛，咁你靠贝纳杜斯华同埋 Sterling 单对单。咁咪单对单咁，即系个波嗰个流动慢咗，人哋咪移抹你咯。再加埋利物浦本身呢场波嗰个后防直情系或者系个中后场肯去沉多几个人落去做防守，咁咪结果咪两边塞住晒，咁你都摆中间，所以阿古路咪冇乜机咯，即系只能够喺副位开头有啲几脚射门咯。咁所以就曼城其后。即系由3-0啦，仲要换边之后50多分钟，即系6分钟之后，文尼再搞多一球，仲死冇啦！你下半场出翻嚟，谂住就搏一搏，点知俾人即系立埋个3-0，更加就收工。咁啊，咁当然啦，利物浦就因为之前其实打一场欧联就根本就 easy game 嚟嘅，因为对亨克嗰场咧，佢出晒啲副选。你唔好睇佢比数2-1，佢攞晒副选出嚟打嘅，咁所以就养精就蓄锐，咁就喺呢场嗰度咧，咁就上阵，咁啊，所以就个决心好大啊！利物浦呢场波必须讲，咁呢场来回六分，系啊，决心好大，咁再加埋曼城呢场波伤嘅就伤，后防就不滑不整，咁、啊，再加埋就其实本身如果你睇翻今时今日啲人脚状况就麻麻地，尤其是喺个后场。咁啊，龙门仲要埋副选，虽然其后贝纳杜斯华就追翻3-1，咁但系都近乎无补于事。咁你就算你话利物浦呢场波去用嗰几个后备咧，张伯伦理论上 fit 嘅，系啊，糟糕咩用得嘅，米拿嗰啲用得嘅，咁你仲有奥利治基达啊、拿拉拿嗰啲球员咧、其实今年暂时利物浦嗰个走势咧都相当之向好，系咁啊。反而曼城就啊，即系有啲耷耷地啊。同埋呢场波你见到啦，后边即系换咗一个人啫嘛。换咗谢素斯啊嘛。制禁啊，根本佢都费鬼事禁添，即系哥迪奥拿。咁、当然赛后哥迪奥拿就第一球啦、都投诉噶啦。啊，都几次投诉啦。系、佢有几次投诉都埋怨紧，因为我记得有两下系手球嘅利物浦。系，咪头先第一下讲啊，阿罗嗰个啦，其实仲有一个，嗰不过另外嗰个就好似有难冇米嚟嘅，就我觉得就唔系嘅，嗰球真系波打手，同埋佢
佢嗰個手啊，即係利物浦球員嗰個手，其實都冇伸出，冇擴大到個防守範圍噶嘛。咁、所以就嗰個就難啲。咁啊，當然賽啊，當然就其後完場之後啊，哥迪奧拿就好大聲咁樣去，即、就、係、是、去感恩個球證，講 thank you very much 啦。但係就好大聲，同埋睇個語氣，語氣與嗰、那個諷刺性成分比較高啊。就似乎嗰個諷刺成分冇錯，正如慈生講，諷刺成分就比較高。咁啊，不過就啊，諷刺還諷刺，輸波就始終都係輸波，咁所以就曼城呢場波都冇計啦。咁啊，3-1，咁啊最慘就係曼城其實嚟緊咧好多大波，嚇好多大波啊！同你講曼城嗱，我而家同你數啊，一啱啱望到個 Fisher， 咁啊跟住過完國際賽之後咧就對車仔，哇！啊先對車仔先，最近車仔都唔差嘅，氣勢起好啊嘛，咁咪咯，咁啊跟住就歐聯啦，再跟住就歐聯就薩一達啦，其後去到12月咧就對曼聯，哇！跟住16號對阿仙奴，冇問題啊啲，跟住就22號就對里斯特城。系啦，咁起码呢三场都队都砸细啦。咁起码我哋比较互为比较，呢三场都其实推到阿仙奴嗰场好易过啫。阿仙奴唔系噶，咁佢即系慢慢再调整。转去到快车，除咗欧联佢有得唞之外，都硬嘢嚟噶嗰啲。硬嘢真系硬嘢噶，所以你推到李成狼队、石飞联都硬噶。石飞联都危险噶，你唔系讲笑啊？可能系得一场作客对搬嚟，或者系同埋一场作客对纽卡素比较舒服咋、啊。通常就系咁噶啦，佢过晒啲难嘅咧，就系呢两场奶。但不过要留意喎，嗰场主场对即系作客对搬嚟系快车嚟噶，嗰场阿四系周中打嘅嗰场咁啊，所以就个赛程都相当之繁忙啊。咁所以就即系曼城呢轮都几难挨嘅。好坦白讲，啲人脚嗰啲受伤嘅球员再吓。即系唔能够及时补充嘅话咧，咁我睇曼城都几难挨。咁你中坚搞唔掂就冇啊！咁话拿破迪之重伤系大镬噶咯，肯定见到大镬啦。最掂嗰个中坚冇咗啊，最用得多嘅中坚冇咗，咁你必定大镬噶。咁你都冇办法。你嘅系真系去到圣诞快车先至有啲硬硬地嘅对里斯特城。嗯，同埋12月头咯，Merseyside Derby 咯，对我话，而家嗰啲 Merseyside Derby 就讲真，佢主场定作客啊，利物浦主场，重点系啦，对爱华顿，嗰个比较硬嗰啲就去到一月先至嚟嘅利物浦，仲有佢中间再去杜海去杜拜。去梳服下先咯，仲有一个世界冠军头杯啊嘛，杜拜就联赛杯阵容啦，踢一场啫，哦两场，即系你嗰啲出嗰啲三选都赢啦，嗰啲就有啲系认真打都系 semi final 同埋决赛嗰场啫，真系认真打，咁咪再加上你而家即系就算南美嗰边嘅对手都。未必，可能未必系南美嗰个对手添，分分钟。你知南美嗰啲波就麻麻地啊嘛，系嘛？咁所以就利物浦真系一片向好啊，真系唔好讲笑啊。咁啊，顺势啦，咁啊，数其他嗰啲波啦。不过星期六啦，咁啊，你嗰队啦，车路士2-0赢水晶宫啦。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冇睇，真系冇睇啊！啲年青球员系继续系有好表现啦。咁啊，佢再之前嗰场欧联系好睇嘅。我阵间讲嗰场。系啦，阵间讲翻啦，对亚即士呢场要讲啊。嗰场要讲啊，嗰场就冇得顶啦。另外啦，咁就搬嚟3-0赢咗呢个韦斯咸啦。呢场我贴啊，系嘛？系啊，我呢个真心基金贴咗呢场。咁啊，搬嚟咧，咁就赢波，顺利系赢波，因为咁啊都合理嘅，因为搬嚟就之前就好似连香三野，咁啊都系时候反底啊嘛，咁见佢主场话啲飞好似好有信心，再加埋隔篱韦斯咸嗰啲，哇，真系一时时嘅韦斯咸就，咁所以都。
都贏波，咁啊贏得咁多有少少意料之外啦，但係見佢啲飛就真係相當之似啊，相當之似，咁所以就啊，即係呢個搬嚟贏 OK 嘅啊，咁但係提防會即係下一場又啊，由呢個返回原形啊搬嚟嗰啲，好可以繼續。咁咧就仲有。系洛域治啊，系洛域治，洛域治香埋俾佢绑尾个沃夫，但沃夫个终于开斋啦，终于赢啦，终于识赢啦，唉，咁啊攞对洛域治嚟出气，咁啊洛域治就即系最近啲方啊，即系相当之曳啊，咁啊睇睇个连败纪录先，已经七场冇赢过啦，同修咸顿一样，都系三连败，七场冇赢过，咁啊。另外一队好曳嘅方就头先讲个韦斯咸啦，六场冇赢过，热刺都唔弱啊，都五场冇赢过啊，热刺就和咗石飞联啦。啊，咁啊，当然北伦敦仲有对南兴兰第呢个阿仙奴都四场冇赢过啦，精彩添啦呢场。咁对李斯特城输两球。算系咁啦，咁啊，阿 EV 讲讲佢啊。好啦，基本上整场波嚟讲咧，就嗱，首先冇咗萨卡先啦，咁啊焗住要用 Terreira 同埋老少啦。唔系焗住喎，好多人都想噶。喺艾玛利嘅角度系焗住，你系逼鸠佢用噶嘛？嗯，三中坚。佢从来都中意三公兵嘅中场噶嘛？系，系咪、嗯？如果唔系斯巴鲁斯伤咗，用斯巴鲁斯啊，咁啊系咯。会出到老萧咩？哦，呢、好啦，好。然之后我睇个阵容，喂，好似有啲对板嘅感觉喎、哦。啊，嗰边继续只坦克啦，唔出大压力啦，冇所谓啦。跟住喂，右手边 Berlin 喎、哦，喂，掂啦，系咪先？正选盼到佢出嚟啦。好啦，前面喂只杨达拿卡，喂功力有保证啊，系咪、嗯？好啦，结果出到嚟对波系点呢？好嘢，艾玛你真系，人哋呢。就打两倍速，你就打 0.5 倍速。然之后呢，你后面嗰班后卫经历过咁由开季到咗咁多场啦，都仲系鍾意喺后面玩波嘅。而家就不断系咁玩失，就不断系咁俾李成系咁焗住射啦。然之后向前俾嗰啲路线好啦，班友喂人哋打 1.5 倍速喺度周围扑扑你嘅时候，班友仲可以淡淡定定，一系就向横传向后传。我淨係想强调一样嘢，足球呢系向前，然之后将个波送入人哋嘅龙门，咁先叫得分嘅。OK， 系，但佢就不断系咁向横同埋向后，就搞到成队波呢就冇咗方向同埋冇咗气势，基本上成场波系俾李斯特城焗住嚟打嘅。所以呢场波输系好正常，而之前嗰几场亦都系因为不断喺后面玩波，同埋中间冇创造力，再加埋前面有脚头无灵嘅情况之下，系不断咁俾人追和同埋失分。我就自己觉得忍够噶啦。喂，你呢一手人脚认真讲句，正正经经俾个战术指令就系、是、有波就向前去，俾多少少走动，中间跟导师同 Terreira 负责扫。有波俾老萧，跟住有波俾边去，我唔信队波会踢到咁乸叉。但系佢又鍾意玩咩呢？后场回传咯，勾差咯，龙门就传俾个中间传俾个闸，但系个闸个位置就好差，然之后就俾人一嘢反抢，然之后一嘢传返出嚟，中距离射门，哦冇人波嘅 ，OK 收工。唉，连续几场波都系咁乸样。咁啊，我自己就觉得 Emery out 噶啦。哦，好 ，Emery 咁啊，艾玛利就勾啊，系啊 ，David Austin 咧就话，嗱，而家阿仙奴咧个 blood 嘅取态咧就系、是、都仲相信艾玛利嘅、哦，但系咧就会揾 Plan B 嘅，咁啊睇下佢之后嗰几场点死啦，咁样即系炒啦，即系都嗰球嗰头近啦，啊嗰头近，闻到味啦，即系闻到攞味啦，闻到味，咁有冇收到风啊？个 Plan B 系点啊？安力基，安力基啊！但系即系初头英梅就觉得摩连奴，但系由于而家我哋嗰个技术总监咧，咪之前巴塞尼嗰个嘅，所以就话搭窿路就想安力基咁样，会唔会有啲困难啊？咁困难就一定有噶啦，即系因为佢第一佢身体，所以会揾 Pan C 嘅，我仲有 Pan C，Pan C 阿迪达。哦，咦，会唔会难搞啲啊？佢 Pan C 阿迪唔系、哦，曼城话曼城嗰边个风好似话，唔系唔走得㗎喎。OK， 哦，
咁啊，可能 Plan C 个可能性大啲，因为安力基啊，讲真就第一就即系身体唔系几好啦，大家知道。嗯。第二就即系佢自己本身个心情又唔系几好啦，因为啱啱就个女去咗啦，佢女，咁所以就究竟佢对于嗰、那个。呢、这个领队呢个位置，或者对于足球呢个世界仲系咪留恋呢、嗯、我都有啲怀疑。但系唔好理呢啲嘢先啦，个焦点都系喺翻艾马里身上噶啦、哦。我睇到冇得救啦。啲亚迷就已经顶唔顺噶啦，甚至连我自己都顶唔顺。你都顶唔顺，咁啊真系冇人顶得顺。我即系 Peter 爸爸话斋嘛。啊、喂 ，EV 你都算系亚迷里边最和你飞嗰个嚟噶嘛？唔得啦，我要企出嚟拥抱一下啦。系。即系顶唔顺啊嘛，大佬。咁喂，你呢一手人脚今年 OK，、啊、你唔好话啲咩，你净系对闸都 upgrade 咗啦，系咪先？跟住你个笼同对中坚 OK， 你冇咗个高斯尼啫，你戴维雷斯唔用都冇所谓啦。你 Rob Holding 系人都知道个使用守则就系你只要揾个有咁经验上下嘅搭住佢系唔会差噶嘛。好啦，上年只纯防中 Terrera 用得好好地嘅，今年又掹佢打工中，唔知做乜柒嘢变 Cante 咁样用。嗯，好啦，跟住前面完，我哋使鬼要只 Cante 咁样嘅咩？我哋净系要只防中入边帮手扫，帮手 block 得噶啦。然之后要个好嘅 box to box。好啦，今年滚仔打咗出嚟，你咪俾佢做 box to box 咯。好啦，前面老萧，你前面嗰扎今年我成日都强调一样嘢，今年有翼噶啦，仆街，有翼有走位，你叫佢勤力啲，老萧啊自然俾到波你噶啦。顶你个肺，你成队波而家用喺度就系、是。我见得好乸惨就系、是，即系杨同埋拿卡石力成日翻到嚟中后场帮波，然之后一个快反嘅就系前面系冇乸人走嘅。嗯，咁你想点啫？咪就系回后同埋行中间咯。我而家个感觉系睇紧九个丹尼神喺度踢波。嗯，然之后一只杨或者一只拿卡前面勾走，咁做乜嘢啫？喂，我对波唔系咁样噶。即系衰啲嚟讲，摩连奴最尾嗰一年拍大巴都唔会拍到咁啦。哦，唔系咁最后拍得唔稳阵嗰个先濑嘢啊嘛。而家我哋都系拍大巴又唔识拍，系后防又唔拉稳阵。哦，后防唔稳阵，前面又冇炮弹供应。系，然之后佢个教练仲要同你讲 improve 啊 ，improve what？ 嗯 ，what the fuck？ 嗱呢啲咧。呢啲一定要写落标题度啊！呢啲一定要系嘛，即系所以咧就一艾马利都我睇到近快，即系快过林郑。你同班差佬一鸠样啊嘛！系你做错嘢唔紧要，你咪话我哋会检讨会点咧？你唔好同我讲话嗱，我哋进步紧，我哋检视紧点。你一句讲晒话系有啲问题嘅，地方我哋调整紧嘅。咁、啊、我都顺气啲啊！屌，唔系唔完美要改善咩？更加想调查，咁所以就呢个阿仙奴就啊，即系嚟紧个路向，大家都要关注啊。咁艾美利听阿 EV 咁讲咧，都应该系快过林郑月娥噶啦，应该都吓、啊，应该、啊、开得盘噶啦，啊开得盘，快过林郑啊，快过林郑，应该都应该好辣手啊，应该系嘛，辣手啊。咁啊，李斯特城你讲到打成点啊？李斯特城嗱，今年都系嗰句啦，我啊觉得就快很准啊。系快很准，快很准，同埋成队波话咁你听，我有心搏低你对阿仙奴，你对阿仙奴，你系肯 try 你就有噶啦，你喺后边玩波嘛，我咪三个上嚟冚你咯，九十分钟都系，嗯，你玩波嘛，九十分钟同你扑到尽，喺前面串扰你，系有机会偷，有机会就去，嗯，有中距离就射，唔、嗯、同你自己个班友嘛，你而家调教到班友系得啦，你喺禁区顶咧，唔好试下射、哦，继续传，继续分边，唔得咧回后啊，喂，足球唔系咁，我再讲一次，足球系要将个皮球射入去对方嘅龙门，系先叫得分嘅 ，OK， 系，嗱，李斯就成为做到呢样嘢咯 ，try shoot then get the point。and win 系、嗯、get the point 先啦，系即系总之就你要有一个意图去好快咁样去攞到分数先系，即系睇得太迂回啦。唔使讲李斯特城打咩战术，净系打一样嘢叫拼劲，系信心，有波就去，有波就射，有波就传，已经赢你阿仙奴九条街啦，成个心态。咁所以今年李斯特城啊打得相当好啦、啊、吓，即系要学识欣赏啊对手咁多亚迷，系即系喺艾马利执掌之后，我见唔到对波有火气啊，系即系你成日都话啊，我哋阿仙奴，你对波不嬲都冇火气、嗯、，no no no， 喺云加拉斯嘅时候都仲有少少冲劲，而家系零，
仲有呢点，我完全从来唔觉得阿仙奴系有啲咩特别火气。但有，即系去怒气有啲球迷。嗰年四十几场得大咪有咯。你成日话啊，我哋要踢出我哋个风格。喂，我净系想讲样嘢，呢啲唔系叫风格。呢啲叫固执啊！仆街，唔系佢阿仙奴风格唔系咁样。阿仙奴有咩风格？系点样咧？风格系要靠住比赛经验嘅累积，慢慢形成一股属于你自己嘅气势，咁样先叫风格。如果夹硬行一条已经睇咗成三四个月都唔行，都唔适合嘅路，呢一啲叫固执。咪住，你而家呢队波嘅风格系过去呢六。到七年都系咁样咁捻样嘅，我唔觉得你队波可以有啲咩嘅 formation 啊，有啲咩进攻套路啊，由到尾我都唔觉得有噶。去到嚟到呢一年都系，即系又旧年好啲喺度，旧年好啲。我姑且当慈生讲得啱啊，虽然我唔认同啊。系啊，旧年咁啊系咯，你都冇风格咁，你而家踢乜嘢啊？固执。仲喺后面玩波，我次次见阿 Papa， 次次见阿高拉先嚟，我都呕吐。哦，咁你冇计啊！喂，个波分到过嚟边嗰度？喂，我想传啫，我前面冇点嘅，中间冇点嘅，我唯一就得翻 holding， 好啦，又回翻后，好啦，然之后兜嘢大脚斩出去，好啦，人哋 set 个波拎晒，好快攻 ，boom， 搞掂。咁嗰场波就2-0，一脚蛙跌，一脚麦迪神，系咯，两球。我唔系净系话呢一场，系之前嗰几场入咗波之后，无论系 VAR 嘅问题又好，球证嘅尺度都系你哋班友。喂，大家踢咗咁耐波，你见到对波有咩问题？系好多球迷都见到个问题喺边度嘅时候，喂，唔好咁愚忠，唔好再忠于呢一个咁样嘅战术，好唔好啊？玩一场踢得争气啲，即系同嗰只 green object 一样，唔系你个 commander 要你做乜你就做乜噶嘛，扑街！吓、啊，你球场上你都有 commander 噶嘛？哦、你个 commander 个、啊、好啦，你而家叫咗只羊 ，OK？ 喂，但系你有你老萧啊 ，bearing， 你 bearing 系最努力嗰、那个，嗯、你咪俾多啲波 bearing 嗰边去，佢唔系冇效果出到嚟噶嘛？嗯，唉，你哋成班友、啊，不过我冇得怨。因为李斯特城嗰场系出咗噶啦，系班友个心态调整唔到，同埋李斯特城真系打你三倍速咁冇计啦。嗯 ，OK， 但系你自己维持翻自己后场交差嗰样嘢，我已经好懒猛噶啦。但系之前嗰几场唔该你哋自己睇翻，点解会俾人哋追和 ？OK， 咁、嗯、当然啦，阿艾山嘅调动又好出色啦，换、嗯、走个工装，换走个最扫得嘅 Terrera， 即刻失波，呢条 formula 系冇得走嘅。咁我唔入捻你数，入边个数啊？系咁，你大家你衰一场 OK 算，衰两场你有 experience 啦嘛、嗯，连续四场你都系咁那样，咁你好难令我说服你、啊，大佬。嗱、啊，所以咧，你一系你就同我请阿谢 Sir， 或者请阿边个同你解话每一次，咁你刻咗无耻两个字喺个头上面，我冇得怨。哦，好难、啊。但系咪要做到咁捻样先？好难喎、啊、呢样，咁所以今日请阿叫阿 EV 入嚟坐呢节咧就啱啦。因为要挽救呢个 hot ball song 嘅收听率啊嘛，即系有翻啲火。咪今日唔需要收听率噶啦，咁大家有啲即系见到个市面有啲紧要嘅地方，你要去帮手。希望大家听重温听得开心啲。系啦，系听重温啦，系。好，咁啊，其他嗰啲就略略数一数啦，因为真系冇乜点提，唔好意思啊。咁就首先就呢个爱华顿，咁就2-1啊。应该2-1系嘛？赢咗呢个修咸顿，咁啊修咸顿又系好弊嘅，最近热刺又系另外一队好弊嘅波，1-1和咗石飞联。咁啊纽卡素2-1赢咗搬尼茅夫，咁啊狼队2-1赢维拉最近都系好曳。曼联反而3-1赢咗白里顿，好顺啦，都顺嘅吓。咁啊暂时就系咁上下啦。咁啊顺便就讲埋咧呢个嚟紧啊。呢、这个咧，23号即系嗰个国际赛之后嗰啲波啦，顺便就 up 埋。咁啊，首先就曼城对车路士呢场波啦。咁啊，车路士就最近嗰、那个势几靓仔嘅。咁啊，林柏特就攞埋个最佳领队嘅呢个月。咁啊，但系就啊，即、就、系、是、一通常一攞最佳领队就奶奶地嘢。你睇翻其实车路士最近赢嗰啲波对手都系其实唔系好强嘅啫。咁你睇到對阿即士主場都有臨本事，即係輸住幾球先呢？輸住四球，係啊，輸住幾球先呢？4-1定4-1嘅係
吓、啊，输住4-1先咧，都知道个后防都唔系好靓噶啦。即系讲真，即系喺杜莫利有时好啲，咁但系对住一啲比较强啲攻击力嘅对手咧，就已经系赖，都已经相当几赖嘢。咁、所以就今场对曼城，其实都我觉得都危险。咁啊，要睇下到时曼城嗰、那个，譬如话当时嘅人脚，睇下会唔会系出翻一啲比较正常啲嘅。即系譬如话大卫斯华会唔会出翻啊？呢一啲之类咧，咁就都几影响到嗰、个相关发挥。咁再加埋咧，阿斯帕利古达，咁你究竟顶唔顶得住呢个阿史多灵咧个速度上？咁啊，我亦都有啲怀疑嘅呢方面。咁所以曼城系我觉得高啲嘅啊，应该就对车路士嚟讲就咁就另外咧，咁就韦斯咸咁啊主场对热刺咁啊。有啲味噶，熱刺最近真係冇乜幾好過啊！撻唔起啊！係冇乜幾好過，咁啊，屈福特對搬嚟會唔會贏多場咧？咁啊唔知啦。阿仙奴對修咸頓應該贏啦嘛？誒唔好咁睇，應該要搞得掂修咸頓啊！誒唔知啊，你主場你都隔咗個國際賽好難講，冇希望啊！同埋咧，你覺唔覺對波係你對阿仙奴咧？因為你知內最近內部譬如話。阿萨卡之法老皮啊，系、咪对于同埋球员系咪有心想有心做冧艾玛利啊？嘛，啊我感觉系嗱、啊，如果根据上一场嘅表现，我就唔认为嘅。系、啊，因为成班都仲系跟个战术指令做嘢。系、啊，咁但系经过咗呢一场之后咧，我自己觉得下一场咧系好大机会玩嘢嘅。系、啊，开始做嘢啦。我觉得会。嗯，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老萧同佢关系唔系几好噶啦。系、啊。系咪先？同埋，喂，球迷俾到嘅压力其实系好大啊。嗯。因为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喂，死都死得轰烈啲啊！大家死每一场死都死喺自己手上。嗯。同埋死喺个态度上面，系已经令到件事好不满。嗯。所以我觉得系有机会摆一摆阿艾山上台嘅。系咁啊，可能艾美利就应该都系时候啦。啊，喺11月23号嘅时候，利物浦作客水晶宫。哇！呢场我自己觉得有味喎、啊。水晶宫就啊，水晶宫个主场一向同利物浦啊有啲啊，系咯，真系有啲嘢嘅。就我自己觉得呢一场有机会爆一爆噶，认真讲。会唔会啊？即系不败之身啊，从此破。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啦，利物浦喺大好势头之后，就唔知点解会只有一场嘅。唔系，咁咪隔咗个国际赛都正常啦 ，sell 咗。系啦，然之后就断一断自己道气，跟住要追得好辛苦，嗰一种类型嘅波嚟噶嘛。嗯。咁以双十双黑加埋水晶宫嗰个主场咁样嘅话咧，我有少许保留呢场。少少保留，咁啊留意一下啦吓，少少保留就咁啊呢一场嘅赛事，咁就大致上咁样啦，其他冇乜特别噶啦，其他都吓。咁、啊，早少少唞唞啦。咁啊，我哋下一节会讲啲欧洲嘅赛事吓。好。